我算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哇，团团团团的都好容易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可以可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哦，哎，他真的这个是是有一部，这个是他那就个，一直玩粒子效果。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个要找一下。有，你放心，那个特征有，你一定找得到。怎么又放个鼻子在这了啦？我觉得这个有点盖太大了。这个不是主角哎、欸，可是他演的没有没有，不是主角可以啊，只要是母的，母的就 行迪士尼母的。啊，还好我我这个看也好过。多只哦，好难猜哦。他真的是迪士尼的，等一下，没有，好，我觉就得你这这样道，我不猜行。这一次好了。那我跟你讲，我是照着题目他答什么我就就问你要看答他什么，头你知道上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个特征真的 所以是你就完照全呈着现。他答就对了，就是那样。应该是这个吧？求问你要看的特征，特征。我有看啊、哦，我已经我知道是哪一部动画啊，我知道是哪啊，一部。没事，那没事，不相信是。你没问题。对对好不对，应该错就这个啊！了。对，我把名字也打一打，不然怕下一个不知道怎么 Google。有，其实 Google 得到，Google 得到。啊，我还想有起一题来，哦。我想起来，我第一个，好，没事。猜错想了。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，那是什想起来了，想起来是不是？想起来来不及来不喽，来不及了，来了不及喽！大家都在嫌弃怎么脸很奇怪，能够让下一位猜到，那就是完美。你这是好，没事吐什么舌头啦？吐舌头，人家是可爱的角色麦克风啊。这角色名字叫什么啊哥啊？姥姥，上等一吧。下，我找不到这个名字。我好想。哇，转大家转，都还知道他的名字，好强！这个等一不是，这下个是主角哎。如果没，如果是真的是的话，他就是主角了。啊，知道知道。是，他就是他就是。他们说还盖得不错啦，还可以。哇，我的观众一直都嫌弃我啊，站他们在说猜还敌蛮方就像的。忘了。哇，还是啊，谁？那天个哪！啊，这也太冷门了吧！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哎，哇，可是这个，哇，这个顶哎，这动个不作容易。调虽然从他，垃圾那个，我觉得他已经绕到我题目了。这想一下家啊，伙呀，这是动物。脑筋急转弯是什么奇东怪，这家西？伙，我现在都这样好像知道那个子，紫色在讲什么感觉东应该可以。紫色，紫色。就要盖一只喵哈出来。不要了，会歪掉了。而且我不绑那个啊。而且，哦，那是你的题目啊。巧克力，它明明就有名字，你为什么没有打名字？没有，我就不知道它的名字啊。我看到大家才知道，好猛哦！它明明就有名字。我没有你那么的厉害啊！我一看到，我想说啊，它不是有名字吗？好难哦！等一下，这知道是哪个公主已经很不错了。哎呦哎，丘比，你把画面关掉了，还想咬我？咬咬咬！用力用力！打死你！哇，那会盖太大。等一下，这我应个该是用一些其他象征意义的手法让。让哈基去猜就好了，哈，玩死下一家，玩死下一家有没有？我们都这么的努力，我还不哭不，先哭再说。我觉得好像在盖秋风，你压力过大吗？崩溃了，大家都盖到像想盖好高哦，是不是？不要再盖秋秋风风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不是因盖。为周汤刚好也有个帽子。然后那颜色也都是那个，对不对？盖秋风了。有啊，你可以盖得像秋风，不要盖得像莫扎特就好了。原来这个莫扎特是这一题。不知道。我要玩死哈基。玩死哈基。太高了，
欸，这个比较像。这第几题啊？最后了吗？好累哦。应该是的吧？好像是吧。对，最后了。好期待成饼哦。对啊，好期待哦。有点好玩。看你们都把迪士尼公主盖成什么样子？盖成秋风的样子、啊。秋风的样子。迪士尼公主被你们摧残的不成人形。不会，不会。啊、好了，我盖完了。你们这么快？玩死哈基！玩死！哈基会抱怨我的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这样盖完太狠了。不行，真的太狠了。我再改一下。我觉得好帅，太高级了，颜色配对就可以了。用颜色今天可以接七格，说这个是谁？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有没有？有 feel， 有 feel。这是要改什么特征出来了？那哪有特征啊？啊？有，都有都有，你可以的。人家是迪士尼哎，公那个母的哎，一定有特征。迪士尼母的哎，这就是特征啊。对啊，多棒的特征啊！啊，这样好了。这个彩蛋是我没看过。这样其实我已经一定可以猜到啊，小梦，你可以的。真的还假的？你当我很神就对了。对，你这还蛮神的。那些小细节，这里不要盖的这么那个。哇，你这种小细节都不放过啦！啊，忠实呈现了，哇，超过100分。这一题真的可以玩死哈基！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！这都是红色，都是红色，好不好？嗯、可以的，哈基这么强哦，你可以的，哎。我一直都很看好你的，别嘴啦！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盖了，嘿嘿嘿。哇 ，OK， 妥 ，Go Go Go！ 拜托，后面是秋风哎、欸，这特征全部都出来了，哪可能猜不中，对不对？完美，好了好了，不盖了，就这样了。救命啊！应该会知道吧？看一下那个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答滴滴答。猜得出来，猜得出来，高龄猜得出来，所以这样子更好。OK 啦，你没有什么问题啦。打盖就画蛇添足了。嗯，立体一点，这样够立了吧？不会盖的。哈基好崩溃，没有更黑的。哈基，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想太多，你只要想的是下面是演员，相信了他就没问题。就是因为下面是演员啊！
四野人绝对不用怕，相信他 ，just do it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啦，这样就好了，别再画蛇添足了。现在越来越奇怪，按下去，大家按下去，大家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好了，按的这么快，掉。我这个很简单啊，没有什么法杖，一大堆有的没有的，按下去就好了，按下去就对了。颜色应该配色的 ，Just do it。不用啦，其他都是画蛇添足了啦，这样就 OK 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啊，既按了啦，可以了啦，不要想太多。快了，还不止，还有不是，还不是只有我啦，还可以啦。你是刚刚最慢的，都在撑，都在撑，不要再撑了，10:08了。哦，好踢哦，不要再撑了，会想尿尿啊。哎，加班了，开始加班了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想尿尿的观众在那边憋尿，放弃了。我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分一秒啊！快尿出来了！他们何必憋尿呢？他们就拿手机去厕所。是不是人家用电脑看什么？语言可以了，不用再用干一些粗粗的，不用了。没有粗啦，太明显了。我觉得我盖得很好啊，观众你们没有意会是不是？我盖得超棒的。可以了，好像不加这个比较好。演员大家都想尿尿了。等等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要尿出来了。还要把那一根加粗一点，是不是？够了，够了，天际了，够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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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用再加了。我把它填满啦，等等，填满就好了。填满，填满，填好，填满。喂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公主可以这样盖。行，还不错啦。所以他自己喜欢那一型的，那一型的。演员，我这边很多都在说憋尿中点点点了。哦，好了。嗯。Do it！ 好，脸太大了啦！没关系啊，我们不用在意细节。哎，哇塞，圆圆你好猛耶、喔！这个也有啊？哪尼？居然是他？这我捡漏了吧？这我知道，可是我查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对啊，这个只有他了吧？这是。老婆你在干什么？我的名字啊，谁？老婆你在干什么？对，应该是那个三个字的，难怪就是他了，对。哎呦，团团，我有这那个环境有没有有帮忙到？没有，他手上的东西也是很关键。是猫吗？手上的东西我就只会想到他了。这是什么啊？选字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不是粉色的？就是他了。你可以找着他的那个啊，他的样子。你说特征吗？对，有一些。我觉得特征很重要，有一些特征在。特征啊，迪士尼，然后复制的好了。对。好。因为 Google 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那么多猪啦，喵哈？因为我很无聊。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有养猪的公主。哎，为什么接不上？字接不上啊！好难。为什么？哦，接不上是不是你没有把那个告示那个命令牌放上去？哦，累了，下班了，哇，我累了，我不在状况里面。这么霸气的事情都可以，哇，这好酷哦，我没看过哎。